号已到位。这个龙可以滑出去跑道两辆。飞龙，前方遭遇，开过地，需请求空中侦察开辟前进道路。飞龙一号，协助利刃勘察周围情况。明白。利刃，飞龙已到位。利刃，前方安全。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，我们正在实战实训中探索无人作战样式。停，飞龙，前方道路四线受阻，请求自罚。飞龙一号受到干扰，请求支援。飞龙一号受到干扰，请求支援。飞龙二号前往接应。飞龙二号诱导干扰器掩护飞龙一号。飞龙一号图像好，干扰解除。飞龙二号协助敌人勘察周围情况。利刃未发现敌火力点，可以翻越。收到。发现敌视目标，请示敌地识别。飞龙一号持续监视。明白。情报通知利刃前出查证。飞龙二号前往接应利刃。明白。利刃距目标800米，注意隐蔽。高价值目标请求老鹰支援。高价值目标请求老鹰支援。老鹰，目标已确认，坐标已上传。老鹰，根据无人机上传信息执行打击任务。目标位置南五三路，目标正确，可以打击。目标命中。发现敌增援力量，请求补充打击。飞龙补充打击。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，加速科技向战斗力转化，远程、突防、协同等多元化作战模式实现突破，让无人机向作战体系融入的步伐越来越快。飞龙已起飞，等待威龙。威龙明白。一只蜜蜂弱小不起眼，但一对蜂群却可以通过组织协作完成复杂的任务。单架无人机上我们所装载一个智能算法，通过之间的自主网协商涌现出来一个强大的集群的智能。如何提高蜂群的稳健性、抗干扰性，这个是全世界研究中的难点。抗干扰那个程序好像没启动，这个不解决肯定不行，到时候真的用起来肯定会被干扰。智能的背后是算法，逻辑中的任何一个缺陷都可能给整个蜂群带来致命后果。无人机里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里面那个控制器，它相当于人的大脑，只要它这个大脑能够保得住，那么它就能把飞行训练的成果积累下来，这个大脑就越来越厉害。那这架飞机要花钱，这架飞机好像状态这里有问题，有没有可能是这里有点问题？用反侦系统离线训练10万次、100万次，空中再飞行个几百次，让这些蜂群最后拥有了智慧。无人机状态正常，无人车状态正常，
集群准备起飞。高度50，速度20，高度90，速度50，高度300，速度90。通信断了，导航也都没了，如何在没有人控制的情况下自主的去找敌人？二号机失联，三号机已经接替，就看自主抗干扰算法能不能生效了。电路恢复，目前信号稳定。三位机状态如何？三位机状态正常，可以进入自主模式。集群进入自主模式。真正让蜂群能够做到打不垮、摧不毁，破坏了一部分蜂群又能够实现治愈的话，那么这个蜂群它才是有实战价值。自主算法识别，发现目标，举杯来发射。目标已命中。习主席指出，增加新域新制作战力量比重，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发展，从一串串代码到智能系统，从算法模型到战斗力生成，智能化正对战争形态产生重大甚至颠覆性影响，我们必须闯过这一关。这里是千年的古战场，千年的呼唤，千年的梦想。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，本质是争夺战略主动权。要赢得军事竞争主动，关键核心技术一定要实现自主创新。如果说航空发动机是现在工业皇冠上的明珠，那么涡轮叶片就是明珠上的镶钻。小小叶片是发动机最核心、研制难度最大的部件之一。叶片的最高工作温度超过原材料熔点数百度以上，同时叶片还得承受十几吨的离心力。这个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了，我们的航空发动机的性能就会更好了。我们一共控制了16个通道点。叶片测试精度指标还得提高，未来战场国产战机作战半径要更大，反应速度要更快，这就要求我们的发动机推力更大，可靠性更高。叶盘安装部位的精度的提升可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。我们团队呢也是经过了5年的时间吧，1000多次的这种实验和改进。我们试飞员不但要飞出战机的极限，还要考核航空发动机的推力、油耗和加速性等等性能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我们也是航空发动机研制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，以及装备质量的考核者和把关者。我觉得我的心和战机的中国心融为一体了，确实有劲儿。航空发动机是国之重器，在科技创新推动和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支持下，我国航空发动机自主创新步伐不断加快。发动机启动。
林村附近地域有强电磁信号波动，可能为敌关键节点，命令你队迅速前往该地域进行核查，并伺机破袭，相关情报信息已上传至你情报终端。狼头，我是黑虎，我已到达一号渗透点，完毕。明显就看到它的市场角要比一代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力，也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。我们以实战为牵引，瞄准智能化时代，进行原创性、引领性科技攻关，开展前沿性、颠覆性、创新性的研究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这里面核心的模组、核心的软件系统，它是非常非常多的，每个环节都有它的挑战，但是我们不能去等。前进！黑狐，黑狐，敌情发生重大变化，最新情报已发至你终端。停！前方发现雷区，提高警惕。标记炸点，发现炸点，发现炸点，通过我们一个单兵的头盔、单兵的智能穿戴式手套，就能够自然地操控多个无人机、无人车进行人机协同作战。无人鸟起飞，工作。黑狐，我已到达指定地域，目标已核实，相关情报已上传。黑狐，黑狐，迅速按一号作战方案实施破袭，执行。单兵所能够操控的这个无人装备，都能够在我们物理世界中增强的呈现出来，能够大幅的提升我们战场态势感知能力。一方面，我们都是在不断的向前去探索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的测试团队一直在我们基层部队在实地测试应用。转过来怎么确定呢？打开那个应用，打开应用之后会有那个电子沙盘出来。都有显示啊？对，都有显示。是的，都不需要近处的，不需要开镜子了。我建议在咱们这个头盔上边加一些坐标。这个建议确实前期没有考虑到。我将有关任务分配如下：侦察组对相关区域继续实施监视，火力组负责操控二号无人打击车，对一号目标、二号目标实施火力打击。无人机操作手操控无人机，对三号目标、四号目标实施火力打击。火力组打击完毕后，突击组实施歼灭。接到上级作战任务，做好作战决策支持。习主席强调，自主创新这口气一定要争，
这场仗一定要打赢。系统已准备好。这落到我们科研创新中，就是要努力通过技术突破，提高导弹武器作战能力，实现过去没有实现的跃升。现在装机导弹助援。大学期间，我有幸聆听过钱老的授课，我一直记得他说的那句话：虽然科学没有国界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。博士毕业后，在参加面试时，我说我的目标就是让我们国家的导弹领跑世界，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奋斗追求与国家民族复兴结合起来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。通过我们的管理和颠覆性技术双向驱动，使得我们装备研制周期越来越短。现在进行的是装备地面试验，如果成功，它将是未来的一款新型装备，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里，它会变。变呢，是多维度的变，能够适应各种作战目的。一切准备就绪。幺三，神机上电。注意检查飞机高度。但你设计上的问题，1.97这个距离，有时候就是往回的时候，它都有这么。铿锵不言说，眼前是万里山河。镜子上的导轨应该是可以换成我们那个球。